咱这个社区型的全民健康检查已经举办第13年了，这13年以来，咱的民众对这项政府的服务都非常的欢迎，这个烧酒来检查身体较不差，咱大家都知道健康是最重要，健康要会保持，当然运动啦、食食啦，这都很要紧，但是呢，不可以只靠我们自己的感觉说，我身体就不安怎，你就以为说没事，有一些这个病因在我们肚子里面，在我们身体里面，也是要透过医疗检查的方法，才有法度通去了解得到啦吼。所以讲，咱一直鼓励讲，咱的乡亲呢，必须要来接受这检查。13年外以来，大部分的民众吼检查了拢欢欢喜喜，身体拢真健康吼。但是有一寡呐，是讲发现有一寡病因的时阵啦吼，咱拢会继续搁甲送去病院来做检查，确认了，那需要接受治疗的时阵吼，咱会继续过来追踪，继续过来服务吼。咱的民众配合的情形相当的好，今仔咱是伫虎尾的虎尾国小吼，早透早哇，真侪乡亲就来遮接受检查了吼，咱希望讲这种的医疗的服务会当继续过来推动，那么呼吁更加侪乡亲好朋友大家会当一个积极来配合来接受检查。